嘿，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游戏实况》，我是麦阳。那今天呢？阿丁来啊，依然就是阿红。跟我一起玩这个 Manhunt， 这里今天是第七集。哎，不要打，不要打，会扣血。那今天是我来当 Hunter， 这个生存大师呢就来当这个求生者。然后我们废话不多说，就马上来开始。然后应该知道它的规则，我看。我要放哪里？你先整理一下，你尽量整理，不要拿里面的东西去。给放，快放。Stop， 不要看了。关。sorry。好。你应该懂这样玩的哦。知道啊。这次有一个变异的规则，就是，以前是找一个钻石就胜利嘛，现在是你要做出一个钻石胸甲，你才可以胜利。OK。然后魔术就提高难度，看来。我就先去世界尾端先。到没有？快点，我紧张啊喂。OK， 到了。三。2 1 go， 好，我做两个合成台，哎呀，你也是个人才啊！一个做那个斧头啊，你呢？Yes。我靠靠靠！去死！你回来。OK， 很好。其实你应该用地图看得到我吧，现在。铁，我知道煤炭附近一定会有铁。我说那个东西，原来铁跟那个煤炭啊，是差不多一起的。对啊，差不多一起的。他们是基本上你看到铁，你看到煤炭就看到铁了。还有你的声音有点小声。真的。sorry。可以啊。有点 lag。铁不够多，
拿多少？哦，八颗。我靠！我死了。那我应该做什么呢？爱个东西。嗯？应该讲啊，要挖砖是第几层啊？第十。我干嘛告诉你？继续挖。你拿指南针了是吗？我要挖这钻石。现在我要挖这钻石啊！是。OK， 我用这个先。还是用感应钻。如果我上面把你的钻石抢过来，就是 OK 了。可以。单机的哦。哇，我看到你穿着什么？哇，钻石胸甲，我死了！现在我们只要把对方杀掉，我们就赢啊！你杀掉我，你就赢；我杀掉你，我就赢。我可以选择不要杀啊！你就拖延时间喽，除非你自己找到钻石，那你就拖延很多时间喽。What？ 哦，下雨了。就我看到你了，知道我海豚，
吗？我发现我用手的游泳都比你快哦。
的一个动态，点我一个，我打到你了。Yes! No! Yes! Yes! 哇靠 Yes! 可以 Yes! 哇这一场啊有史以来最刺激的一场 Oh my god 哦要羞愧那我没想到你那边哪一个我做梦吧那个做那个盾牌我就一块Oh my god! Wow! Good game. 我的天！Oh my god!